这间位于月街的希腊餐厅，单单是装潢设计已经给人感觉好像在希腊神话般梦幻。趁着情人节就同女神去吃希腊菜啦。主厨就将传统希腊美食带到香港，以传统希腊菜式为基本，加入现代风格，令菜式更加清新可口，就好似嚟自希腊的皮塔饼同埋青瓜乳酪酱，又或者鹰嘴豆泥都是绝配。厚厚的羊奶芝士配上新鲜蔬菜和清新的酱汁，开胃得嚟又健康。将希腊羊奶芝士煎到两面金黄色，再放入焗炉令到芝心融化，淋上杏桃蜜糖，吃落去层次非常之丰富。以炭火烧烤的猪肉带有微微烟熏香气，一试难忘。